要是指人本性上的变化，本性的东西不是在外表做法上就能看得出来的，本性的东西直接涉及到人生存的价值意义，价值观涉及到灵魂深处的东西，涉及到灵魂深处的东西，涉及到人的实质。接受真理，这些方面就不会有变化。只有经历神作工，完全进入真理了，完全进入真理了。人的生存观、价值观、人生观都有了变化。是观点与神的话一致了，与神的话一致了，能绝对顺服神、忠于神了，这才是心情变化了。后无论周围人事物怎么变化，哪怕天翻地覆，你有真理做主导了，真理在你里面扎根了，神的话引导你的生活，引导你的喜好，经历生存，你才真有变化了。引导你的经历生存，你才真有变化了。